你的背叛。郑重跟大家介绍我的女朋友前女友。哎，叹什么气啊，难道你有女朋友吗？会不会是她吧？怎么可能？还是她？我怎么可能像你一样用左右手啊？不然呢？她吧。不要讲啊。劈腿，朝天凳，下腰，前后下腰，我看我一个。老板，我要弄破洞。啊，破洞不好，我要去哪里？不是啦，老板，我说我要用厚道付款，厚道。赞助，你知道台湾哪里最热吗？嗯，台北啊。那你知道日本哪里最热吗？不知道哎。东京热。谁叫我？说出你身边的人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？嗯，我要夸奖我奶奶。她哪里特别突出？我奶奶她椎间盘突出。你的背叛让我走得好缓慢，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歌毛皮，个个都是不需要的东西。有道理。这张丑脸不要再让我看到，是很好。你这张丑脸不要再让我看到，是还是看到了啊？站住！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个吗？这样就可以看东西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个压瓶，对，放桌上，按一下它就整个翘起来，按一下它就翘起来。哎呀，宰我！丢一个肉，现在，对，有，重大风，我阿腾，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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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一个肉，谢谢，我要肥的。先休息，现今在综艺节目《风水无双》当中演出蛋黄哥儿爆的艺人山猪陈俊甫，就在刚刚传出病逝消息，享年38岁。而山猪本来就患有红斑性狼疮，饱受疾病所苦，而这次呢，因为感冒引起休克，上午突然离世，让亲友都是相当错愕。Taiwan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， 国旗。大胡子，这该不会真的是鼎鼎有名的 Angry Park 吧？ Hi, nice to meet you. 哦，不，我不是 Angry Park， 我是 Angry Pig 山猪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山猪。特制的深根老公公胡子，还有壁挂的耳机，山猪模仿美国爆红电玩实况主，惟妙惟肖。操你妈！台湾 TPA number one， 操你妈 ！Korea number two。不只是电玩相关议题，从101到台湾小吃，都是山猪 number one 的对象。台湾 number one， 他有一种那种美国人一个很独特的腔调，然后我去特别去。去抓。You haven't seen this. Get ready. Taiwan number one. 连本专 Angry Park 都及时在转播当中分享，直接播放山猪的哭诉短片。好好吃，好好吃的小吃。This is real. 让人听了都好奇，山猪的模仿功力好像更上一层楼。还在努力中啊，就是希望可以越来越好，就让大家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这样。
模仿蛋黄哥让苦熬多年的山猪爆红，接下代言也成为经纪公司的主打。如今模仿新角色再成为话题，演艺路倒吃甘蔗。这就啊，台湾 number one。龙山新闻陈向宇、张凌宇在台北报道。蔡英文，蔡英文，那这一边是张天仁哦，还有张帝，朱立伦，朱立伦。蔡英文我看成是黄天仁老师，对，摄影师，名摄影师，名摄影师，拍张照，黄天仁不是，邱毅仁呐，邱毅仁，邱毅仁，对呀，不是神秘的微笑，那个发胖的室内图啊。山猪一出场就被大家亏，根本不像蔡英文。最惨的是还被打，只要呢我们在这个讲台上面说任何一句谎话，就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这样懂了吗？两位帅哥，说谎说谎，懂了。小英绝对不是空心菜，假的蔡英文被打爆了。520总统就职前夕，网友翻出了去年这段影片，山猪模仿蔡英文，真的超不像，但是超好笑。那时候就是有稍微抓一下，但是想说，哎，感觉抓不太到特色，就主要在手势的部分，然后以及他的那个内容的部分做加强。难模仿，你还模仿，反正就是乱模仿。山猪模仿过很多的角色，尤其这两个最像台湾，耶，台湾 number one。黄哥和台湾 number one 真的好像，但是蔡英文一点都不像。反正蔡英文好难演，该怎么演就乱演啦。东新闻杨三人丁元凯在台北报道。拄着拐杖一跛一跛脱下搞笑外表的艺人山猪，快让人认不出来了。去年模仿蛋黄哥走红，苦熬多年的山猪终于爆红，活动通告排满档，没想到六月初外景却把腿摔断了。你要走，其实它是靠拐杖在支撑你的身体，所以其实蛮耗体力的，主要说是手的力量在支撑。哎呦，大熊真拿你没办法，把节奏停下。拿手的搞笑都要动来动去，山猪不能做，而作者的通告他几乎接不到。确实是损失了不少，应该是有六位数没错。对啊，我听到药费我都觉得蛮夸张的，新娘一半就是可能存的钱都要丢出来这样子，就是可能他缝一个针就要15000。好不容易存的老本几乎花在医药费上，山猪原定下个月就要开刀治膝盖，但过去心肌梗塞的病史要先做检查。对，因为原本要开刀，那开刀要麻醉，麻醉的部分就要看心脏有没有问题。刚好我前一阵子我的心脏又压起来，真的是要就是有点起色这样。可是突然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也觉得这是一种考验。熊猫上熊猫，啊，熊猫上熊猫，听起来好嗨。You just have to try。为了工作拼命而受伤的山猪，免不了要暂别舞台，而他的愿望很简单：如果观众遗忘了，你就回来，再让大家记得你存在就好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蛋黄哥。东森新闻林家发、陈正明、张凌宇在台北报道。OK， 有请我们两两队的表现。的阵容怎么样？看看这边，浩然姐来录影那么多年，第一次不想回家。而且我开心了，我怕我会分心啊，会吗？会，对，我没有想要看对面那个人的感觉。那就很好，帅哥在你旁边。不是你两边落差也太大了。对呀，哎，有左右护法，谁会看想看中间那一坨肉呢？没办法，长得帅的不会表演。可以帮我喊住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啦。好。计时开始。几个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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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字。圆圆跳动帅，肥肥很明显。恭喜答对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鱼是第几个字？鱼汤。第二个字，那个木鱼，鱼腻病。第一个字，什么木
枪枪射打瞄射重重弹心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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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救鸡奶鸡奶四个字第一二个字姐一直说肥猪懒猪懒鬼，明明是蛋黄哥 ，OK？ 他现在红成这样，你不知道？台湾 Number One， 我爱台湾啊！脱下 Number One 的装扮，突然看到我们镜头，山猪竟有些害羞。换谁？换蛋黄哥哇！把握时间，在杂乱的道具堆中迅速换装。尽管前一天根本没睡几个小时，但山猪没打瞌睡，眯着眼睛，硬是拿着剧本拼了起来。让我好好玩。给我三十秒。只要进了社区，进了社区。之前我们一进来就那个许杰辉辉哥，他就有教我们，就这一行其实是一个圆，就是你会有起有落，所以有起一定也会有落，所以。就好好珍惜这段时间，把事情做好就好。所以现在是保持着现在那一种有可能会往下沉的意思。对，只是我在盯着，就是可能我知道我是好像有一点小爆，可是就是我尽量让自己撑住，不要掉下来那么快。